今天这一期 vlog 呢，有小小的惊喜要送给大家。上一期购物分享里边就有跟大家非常仔细的分享过的，就是三顿半的这个胶囊冻干茶，特别特别的方便，然后也是有四种不同的口味。我是真的很喜欢它这些包装的配色啊什么的，而且都已经快喝完了。特别是这个乌龙茶，我老公很喜欢，就是这种小小一个，然后一冲，不管是冷水热水都可以冲得开的这种冻干的这种技术。这个口味呢是桂花乌龙，它里边用到的呢是杭州的银桂和安溪的铁观音，整个的口感呢是非常清新的一个绿茶，它在余味呢会有那种银桂的一个清香的感觉在里面。我的鸳鸯就是咖啡跟奶茶的一个结合，这也是就很多港式茶餐厅里面都会见到的鸳鸯，既能尝到一点点咖啡的那种香味，然后呢它又会有那种奶茶的那种很浓郁的感觉在里边。这个红茶呢它是浮梁红茶，这个茶怎么说呢，它喝起来呢就是会有一点点甜香的感觉在里面，来自南非的一个路易波士茶，它这个茶呢喝起来是会回甘的，然后余味呢也是有一点点花香在里面的感觉，不会发苦，所以我个人呢还是觉得这个茶还是蛮好。然后他们的 PR 呢也联系到我说可以给我3个抽奖名额，要让大家去尝试一下他们的这款新品的冻干茶。那如果你想参与这个抽奖的，那也非常的简单，只要关注我的频道点赞这个视频，留言任何你想说的话，就可以参与这一次抽奖了。三顿半呢，除了在官网可以买到，用这个折扣码可以打折之外呢，在 Amazon 上面呢也是可以使用我的一个专属折扣码，享受一个9折的优惠。如果你是一个对这种茶呀、咖啡呀特别喜欢的人的话，就一定一定不要忘记去尝试一下。笑死了我！这是得有多久没有加油了？我竟然分错了我的邮箱，我的邮箱在右边，但是我刚刚以为在左边，结果好像下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我的邮箱在右边，我也是服了我自己。哦，这个就像我们吃那个公仔面里面的那个东西。收到一个大包裹。
was already leaving on a train going south 10 minutes ago. So bad at making conversation, I couldn't ask her for her number or her name. 萨尔瓦的一个试穿，这是一条裙裤，像这种长度的裙子我都一般会直接买裤子，这样的话就不用穿打底裤。背心是今年夏天买的第一件，这一件的话感觉好像比较显瘦。 OK， 这是第二条，这个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跟料子都还蛮舒服。这个材质呢，是我前几天在这个网站上面买的，然后到了之后发现它发货特别的快，相比起美国这些很多就是卖家具的网站，就动不动就要等很久，那它其实就感觉就是应该是有仓库，然后马上就发出来了。收到货大概就2-3天吧。这个茶几呢，它安装起来还蛮方便的，我老公他基本上就是拿一个电钻，然后把这个螺丝啊直接拧进去就好了，没有什么过多的零件。来的时候这块面板呢就是这样完整的一个面板。那之前呢也一直有很多人在问我拍穿搭的那个波浪形的镜子在哪里买的，也是在这个网站上买的。镜子来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这样一整片的镜子，然后包装也挺好的，没有碎啊，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在搬家或者是想要找这种家具的话呢，可以去试一下这个网站。Midsummer weather. I wanna know